唱啊？想。那你想不想唱给大家听啊？想。我不想。好，欢迎光良带来这首《童话》。谢谢。是 feedback， 不要再放大，就。忘了有多久，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。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。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。